全球最大唱片集团之一环球音乐 Universal Music Group UMG 将于周二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证券市场挂牌。按上市参考价计算，公司市值将达到335亿欧罗，3065.4亿港元。环球音乐是以介绍方式挂牌，因此没有招股价。集团把 60% 环球音乐股份摊派于股东。法国媒体巨擘维旺达 Vivendi 周一公布环球音乐上市参考价为 18.5 欧罗，按其上市规模计算，成为今年欧洲最大宗上市个案。维旺达仍持有环球音乐一成股权，集团主席伯洛雷 Vincent Ballard 则持有近 18% 股权。另外，腾讯为首财团持有环球音乐 20% 股权。美国知名基金经理阿克曼 William Ackman 投资旗舰 Pershing Square 将持有一成环球音乐股份。腾讯与阿克曼早前分别向维旺达购入环球音乐股权，作价分别为300亿欧罗与350亿欧罗。